那个咱们没有关注这个号的，就关注一下啊，因为我平时也可能都会用这个号直播，知道吧？没有关注我的，就关注一下这个号。有时候我就用这个小号直播，王力宏，像吗？皮肤都变黑了，然后也上火。这地方都上火，咱们就点点赞好吧？这关系也不太好，这因为是在这个我皮肤有点黑，以前刚来的时候很白的，因为后面就晒黑了嘛。来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吧？赞赞点一下。咱们把账单点一下，好不好？很多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之前也没有见过我嘛，然后都说就是阿伟有40岁了吗？或者50岁了吗？这样子说，我心里面在笑，知道吧？替我失忆，我有这么老吗？我就在想，其实我年龄还小呢，我才20多岁。如果说一个人真的有40、50岁了不结婚的话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啊，肯定是有问题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现在吧，也不小也不老，就刚刚好那种。40、50岁不结婚的话，那就那个你太。感谢点赞。你们说男孩子不要那么白是吧？对，这个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嘛，有些人喜欢白一点的，有些人喜欢黑一点的。对，感谢点赞，谢谢。阿紫她现在这2天都在医院照顾她姑姑，我说，我跟她说，要不换她妹妹去照顾她姑姑，然后她回去休息一下嘛，她也不可去啊，她也不可去，就一直在医院照顾她那个姑姑。对。感谢点赞，叔叔阿姨哥姐妹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你要好好珍惜，不要听妹妹胡思乱说。我不会听她妹妹的，因为有些时候嘛，我是你们知道吗？其实你们都在说我替阿姨木的，替她妹妹的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是替她姐姐的，知道吧？我看她姐姐，她呢就是这心里面是怎么想的，就是怎么对我的。我不可能去他替他妹妹的。感谢点赞，叔叔阿姨哥姐妹，来，咱们把赞赞点到20万，好不好？二十万了，现在已经20万了，人气马上到3000了啊！咱们人气往上走一走，人气马上到3000了。我的话是，我也是来自四川的，但是呢，从小，差不多我记得2、3岁，就我爸我妈给我说，2、3岁的时候把我带到大城市里面去了，然后呢，也出来也没有来过，就农村里面，一直在大城市里面，知道吧？然后我也很好奇，就是农村里面的生活，然后我自己长大了嘛，我就自己来体验一下这个农村的生活，然后也想在这边就做一些合作嘛，后面呢就去到了阿紫梦他们那边，他们老家那边，然后就刚好碰见阿紫梦，就认识了她，就觉得阿紫梦这个姑娘就感觉很单纯，然后心底很善良，然后就慢慢就变成朋友了。感谢点赞，叔叔阿姨哥姐妹，咱们把赞赞。你公司里面有很多小女孩，女孩是肯定是多的。其实，怎么说呢，对吧？阿紫，那他们村里也有很多帅哥呀，对吧？还有就是我也是一样的，我在大城市里面来的，对吧？那城市里面那
美女也很多呀，对吧？包括我们公司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美女，很多小姑娘。但是，我觉得喜欢一个人，并不是说，美不美或者怎么样，主要是这个人品还有心底善良，然后就简单一点嘛，没有那么复杂，对吧？然后我跟安子的话，就是我就觉得他人挺好的。阿子没有安全感吗？真的假的？阿子真的没有安全感吗？我觉得他挺好的呀，他思想没有那么乱，就是觉得他心底善良，人好，还有一点就是真诚嘛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也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就是觉得他人好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认识了。然后当时我去到他们那边的时候，他也遇到很多困难，很多难处，知道吗？比如说，他欠别人钱，然后为他要账的，然后就是那一次认识了他之后，后面什么他那个，未婚夫，就是从小就是地了娃娃亲那种嘛，然后那个人也是那个什么叫什么安川那个也一直来打扰他，一直来就是那种，然后有一天刚好那个什么过节日嘛，我就顺便给他收了一个花，然后就误会了呢，就说他嘛，哎，其实我这个人呢，我的心底很善良的，知道吧？我的心也很好的，只是你们还不够了解我。我这个人呢，首先我不会骗别人，对吧？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我做人做事，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做一些坏事，知道吧？因为人在做天在看，对不对？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，你做四五件坏事，那就上天会报复你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做好自己，对吧？做人嘛，心底善良是最好的。像我的话，我觉得我也不会去做坏事，有什么一就一，二就二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就什么样的人，我也不会去做坏事，也不会想着去害别人，知道吧？因为人嘛，你心好，那么这个上天都看得到的。感谢点赞，来刷刷一个姐妹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不好？现在人气已经3000多了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不好？赞赞点一下，对，赞赞往上点一下好不好？感谢收来的礼物，谢谢啊！这一直以来对阿伟的支持，你们也非常感谢刷刷一个姐妹对阿伟的支持啊！咱们把赞赞点一下好不好？赞赞点到30万好不好？你看你们在给我点赞的时候，我这边是看得到的，不要欢心啊！我如果我欢心的话，我就。首先第一，我如果欢心的话，我就不会坚持到今天了，对吧？我早就走了，真的，因为比阿紫墨漂亮的美女多得很，说实话。但你们不够了解我，你们就老说我欢心，你们觉得我会喜欢他妹妹吗？那不可能的，永远都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你们觉得我跟他妹妹合适吗？对不对嘛？那是永远都不可能的，你们这用这你想一下就想得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你们也不要就是觉得我跟我欢喜怎么样，不用我那方面想，不可能的。如果我真的欢喜的话，我不会在农村，在阿紫墨他们这个地方待到今天，然后呢也一路上的付出，对吧？你们也都看得到的，我的青春也是青春，对吧？我的时间也是时间，所以呢，大家相互理解啊，你们先多多了解我之后再去说，好吧？所以不要觉得我欢心，我欢心的话，我就不会在这个地方一直的付出，一直的等待，对吧？那比阿紫墨漂亮的美女太多了，真的太多了。如果我真的去找的话，我也能找得到的。如果我欢心的话，我就没有这么多耐心去在这边付出。在这边就是围着阿紫墨转，对吧？天天去阿紫墨找阿紫，阿紫，阿紫你在干什么？对不对？没必要嘛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相互理解，好吧？对。
感谢铁赞，谢谢哥哥姐叔上一枚。对，有点口干，一直说话嘛，就有点口干，说的对吧？啊，来，如果觉得阿伟说的对的，咱们公屏上扣个一，好吧？直播间3000个人，阿伟觉得阿伟说的对的，咱们公屏上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我这个人呢，也首先我不会骗人，知道吧？第一，第二的话，我不会说假话，我觉得没有必要啊，对不对？大家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对吧？不管，哪怕我去追一个女孩子。如果他喜欢我的话，他就会喜欢；不喜欢我的话，我再怎么去骗，他也不会喜欢我的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就是真实的一面，对吧？那么我有什么，比如说，我有没有集过会啊，或者耍过几个女朋友啊，这些我都可以去跟他讲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没无所谓啊，对吧？我今年都大了，这些我一就一，二就二的去跟他讲。他喜欢我就喜欢，不喜欢的话说明我们没有缘分，对吧？我没有必要去骗他，让他去爱上我，然后后面他知道了，这不就很尴尬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嘛？所以说我这个人呢，我就一就一，二就二，我不喜欢去骗别人，也不喜欢别人骗我，知道吧？因为这样子真的心里很不舒服的，一个人骗你的时候，你心里会很不舒服的，知道吧？他喜欢你。都希望嘛，希望他喜欢我嘛。来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叔叔阿姨们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好吧？给阿伟赞赞点一下。来，直播间3000多个人，没有关注阿伟的，给阿伟点个关注，给阿伟点个免费的关注。因为后期我都会用这个号直播啊，这个号是我的小号，还有一个大号，大号被封了3天啊。因为上次直播被封了3天，然后今天就解封了啊，明天就可以用那个大号直播了。你们就没有关注我的，就给我这个小号点点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那么你们关注我，阿伟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，对吧？我做人做事该怎么做，就是我也不会让大家失望的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姐妹，咱们把赞赞点一下。对，谢谢加入粉丝团，没有加入粉丝团的给阿伟加入个粉丝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叔叔阿姨哥姐妹一直以来对阿伟的支持与陪伴，谢谢。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，谢谢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叔叔阿姨哥姐妹。对，没有加入的加入一下粉丝团，然后咱们把赞赞点一下，赞赞都点到34万了，都已经跟阿伟点到34万了，直接干到40万，好不好？你们再给我点赞赞的时候，我这边能看得到你们的头像从这个地方蹦出来。那么再给我点赞的人都是平时也是来看阿伟直播，然后呢支持阿伟的那种。谢谢。阿伟追阿紫，你们希不希望我跟阿紫墨在一起吗？你们觉得我跟他巴不巴配吗？来，直播间3000多个人，如果觉得阿紫墨我们两个巴配的话，咱们就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我看看有多少叔叔阿姨是觉得我和阿紫墨是很巴配的，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有多少叔叔阿姨是希望我们两个在一起，然后呢也觉得我们两个很般配，对吧？真的很般配吗？你们都在扣一，我和阿紫墨真的很般配吗？你看，很多人都在扣一，那说明我们两个很般配，是吧？那就好，般配就好啊。谢谢叔叔阿姨哥姐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陪伴，天生一对是吧？但这个你还是要看缘分嘛，对吧？不一定喜欢就能在一起，也不一定合适般配就能在一起，知道吧？还是得要看缘分，有些时候会遇到这个有缘无分，是不是？主动一点，我已经很主动了呀！我的天哪，我还不够主动吗？我主动的天天去他家，就像
天天去他家找他，你们觉得还不够主动吗？对不对？我都是不只是电话里面说，知道吧？我是主动的那种去见他那种，知道吧？在一起这个也要看缘分吧，对吧？那万一我喜欢他，他不喜欢我呢？对不对？你们看出来有没有觉得他喜不喜欢我吗？表白是吧？表白我也打算最近就要表白了的，但是没有机会，知道吧？不是他妹妹在那里叽里嘎啦的，那是他也有事情那种。你看本来想这两天就表白了，他又去医院了，又在医院了。感谢点赞叔叔阿姨哥姐妹，来你们把我露个皮，然后发到群里给叔叔阿姨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你们也知道我粉丝有十八万多，然后加上这个小号就20多万，但是你看直播间只有3000多个人，应该很多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还没有看到过我，对吧？也要让他们，因为我今天露脸，可能明天就不露脸了，知道吧？可能明天又不露脸了，所以呢，就是抓住这个机会，露个屏发给转发一下啊，转发一下，对，转发一下群里啊这些，好吧？明天我就不录你了，明天直播我就不录你了。你的阿紫呢？阿紫在医院哦，他那个啥，他姑姑身体不好。我昨天晚上下班以后呢，也去看他了，然后也买了一点水果，然后买了一些牛奶去看他姑姑，然后在医院里面待了不到10分钟，他就叫我先回去了，因为他说在医院也不太方便。他七七那些也都在，然后呢让我回去了，我就也觉得对吧不好嘛，我就说行呢，我就回去了。今天呢我也没有去打扰他，然后他可能还要几天时间吧。